大家好，又是我美聯依兒啊。今天想帶你們看 Grand Austin 一個四房維港的單位，它位於五座的高層 B 室，實用面積1475呎，它是四房雙套，連工日套房的價格，還有露台，可以讓你飽覽整個維港景。事不宜遲，一起過來看看啦。這個單位一入來呢，我們經過一個小小的玄關位，這個客廳主要都是長形的布局，大概有325平方尺，闊度分別是12.5呎，深度是接近26呎的。來到露台，接下來和你看維港景啦。左下角這個就是戲曲中心，前面有中港城、海港城，前面這個地基就是西九文化發展的範圍，高度限制如果沒有放寬的話就是大概70米啦。再過來就會望到九龍站一帶的物業，下面呢還有高鐵站的入口，再下面呢就是會所的位置，景觀都很好的。看完個景，我們入回來看個飯廳。飯廳呢都深長好用，樓底呢都有成10.8呎高，采光度極高，所以呢成間屋都超級光猛。看看客廳左手邊這個主人套房，未計衣帽間位和浴室的位置都有成接近190平方尺，同樣都是看這個優美維港景。寬度分別是14.6呎，深度就是12.8呎。再看看衣帽間位，我是未計算的，這個衣帽間位都很大，可以整一個大櫃放很多衣服，真是一年四季都夠放。另外看看浴室位都非常間隔市正好用，淋浴和浸浴的位置都是齊備，還有電視仔。再來我們去到客廳右手邊，看看旁邊的這個睡房都是方方正正，大概89平方尺，寬度分別是8.2呎，深度是10.7呎，非常好用的。接著再和你看看這個小的套房，未計浴室位置呢，這裡都有成接近140平方尺了，寬度分別是9.8呎，深度是14呎的。它有個 L 型窗，采光度是超級高的。另外看看間隔是很好用，沒有浪費。和你看埋個浴室位置，同樣都是有窗的，很闊落，這個空間是剛剛好用到盡一盡的，也都沒有浪費。好了，我們出了這個小套房，轉左手邊，首先經過一個客廁位，同樣都是有得沖涼的。另外這裡有一個小房，但是它一點都不小，它看的景觀是很環迴的，我帶你看看，它可以看到奧運站那邊的海景。另外對面 Austin 一期的特色單位，哇，這個人做什麼？他種了很多樹，真的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先。哇，很舒服，他還在那裡曬太陽，哇，無敵啊，這些真是城市中的綠洲。再看可以看到整個 Metropolitan View 在你前面，下面就阻截五世公園了。這個房間雖然不是方正，但是你放雙人床絕對沒有問題。另一邊的格局就是這樣，同樣都是有冷氣機的。現在出回客廳那裡，我由另一個角度給你們看看這裡房間和客廳的佈局，都是很規則方方正正的。門口有一個玄關位，很多人就不喜歡門口這個玄關位或曬位，其實這裡如果你做一辣的鞋櫃是非常好用的，加上你加個鏡啦，可以連身鏡啊，執一執才出門口，整個人會精神曬。另外這個單位它是配了 upgraded 的廚具的，譬如有 Sub-Zero 的雙門雪櫃啦，有 Mila 的蒸爐啦、焗爐啦、微波爐啦，紅酒櫃都有。另外呢有埋煮食爐、電磁爐、電視啦，收納的位置是很多。另外這裡有一個工作平台啦，你可以晾下衣服、晾下地拖啊，這樣都很方便。由另一個角度給你們看回個廚房位，其實收納的位置是很多的。是啦，明白，很多人都很緊張個工人位，放心，
這個工人位呢雖然有少少三尖八角咁樣啦，但係呢因為佢樓底高呢，你可以放到兩個工人都冇乜問題，整張碌架床就得㗎啦。咁同樣浴室都係有窗嘅，可以留返少少私人空間俾個工人姐姐啦。另外門口旁邊呢度呢都係有好多嘅櫃㗎，睇唔睇到啊？呢度都仲有一攤收納櫃，所以呢真係唔使擔心一家八口喺度住呢都好夠位。如果你對我今集介紹的內容有興趣，亦都想了解多啲有關 Grand Austin、 The Austin 的單位的話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啊！亦都希望你哋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Lily Shum 沈厚利，多謝你哋嘅支持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